第二题，附图为某一种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示意图，根据其原子种类判断，下列何者最可能是那一种有机化合物？我们从图示看到，这个的里面有一个 OH， 所以呢它应该是醇类，那么它只有一个碳，所以它应该是甲醇，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最可能是那一种有机化合物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甲醇。